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一个人越混越好的核心逻辑》，一起来听。前段时间啊，北大保安柴师傅火上了热搜。平日里的柴师傅安安心心地做着本职工作，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呢，他一来到 LED 屏前，就化身成了灵魂画手。在他的笔下，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画作让人惊叹。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柴师傅并没有专门的学习过绘画，他只是想把身边的美好事物记录下来，便养成了随手画的习惯。没想到啊，这反而让柴师傅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擅长。现在的柴师傅早已圈粉无数，成为了不少人眼中扫地僧一般的存在。实业家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人生成功的诀窍在于经营自己的个性长处，经营长处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增值，否则必将使自己的人生贬值。那些越活越好的人，不一定是学历最高、能力最强、背景最好的，但是呢，他们一定找到了自己的长处，并且持续不断地坚持练习自我精进，发挥擅长才是一个人越混越好的核心逻辑。如果不懂得发挥擅长，会走下坡路。我们都知道木桶理论，它说的是盛水的桶是由多块木板组成的，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如果想盛更多的水，就必须将短板补齐。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忽视了自己的优势，想在不擅长的领域盲目地寻求突破，结果只是徒劳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网络红人 Papi 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靠犀利的吐槽、精彩的情节和幽默的表演， Papi 酱在短视频领域赢得了很多粉丝。成功之后，他却没有着力发挥自己在短视频方面的天赋，而是跑去参演电影，结果呢，他的表现令人大为失望。前不久，他担任女主角的电影《明天会好的》上映了，豆瓣最终评分仅为 4.8 分，远低于及格线。对此，有不少网友直接喊话，还不如好好搞短视频，毕竟那才是你的专长嘛。事后，他在采访中也坦言道，不同于做短视频，做演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短视频领域的佼佼者，在演员这条路上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明明不擅长，偏偏要逞强，用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饭碗竞争，绝非明智之举。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早已说过，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能发挥长处的地方，不要浪费在不能胜任的领域。因为从无能到平庸和从一流到卓越相比，人们需要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强行弥补自己的短板，不但需要付出比旁人更大的努力，还有可能颗粒无收。与其忽略和限制自己发挥长处，让自己陷入到我不行的绝望里，不如把等量的时间放在自己的既有优势上，努力不白费，才更有可能走向卓越，迎来人生的惊喜。找到擅长，人生自会向上。任正非接受面对面节目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啊，短的部分我就不管了，我只想做好我这块长板，然后再找别人的长板拼起来，这样就是一个高筒了。人这一辈子，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盲目努力不如集中精力发挥优势，将自己擅长的事做到极致，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德国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名叫奥托·瓦拉豪。年少时，父母希望他将来能够走上文学之路，可是小小年纪的奥托·瓦拉豪压根对文学不感兴趣。一个学期下来，老师不得不告诉父母，瓦拉豪很努力，但是过分拘泥，这样的人即便有着完美的品德，也绝不可能在文学上发挥出来。没办法，父母又让他改学油画，可是瓦拉豪也不是这块料，无论构图还是上色，他总是笨手笨脚，画出来的东西压根没人看。学校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你是绘画艺术方面的不可造就之才。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发力的瓦拉豪经受了太多挫折，也让他的自信心大受打击，直到好心的化学老师提醒他，你做事一丝不苟，动手能力又强，为什么不试一试专注化学呢？这下瓦拉豪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擅长，很快
这个原本在文学和油画领域笨手笨脚的门外汉成为了化学领域的佼佼者。1910年他更是凭借着成功人工合成香料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有些不擅长的事情，就算我们再努力再拼命，恐怕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别人的高度。可是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只要找准方向，精准发力，日积月累终会迎来突破，收获硕果。三个小方法帮你发挥优势。直言几种有这样一句话，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有多少优点和长处，而是看他如何利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擅长点人人都有，但遗憾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利用。有书君总结了三个小方法，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第一，养成聚焦思维。心理学家米哈里提出过一个心流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专注进行某项行为时表现出的心理状态。进入心流状态会自动屏蔽与目标无关的信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方向上。这种思维的聚焦往往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在建设总部大楼时专门建设了一个巨大的中庭，而把其他的诸如餐厅、洗手间之类的分散在中庭外围。之所以这么设计，就是为了摒弃杂念，防止专注力的流失，而把精力集中到新产品的研发上，更好地进入到心流状态。作家马克·吐温说，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连自己都吃惊的成绩来。岁月磨剑，春华秋实，保持专注才会更高效。看清方向，专心投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是最有效的奋斗方式。第二，养成大树思维。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棵树若是想茁壮成长，必须把根扎向广袤的土地，把树枝伸向广阔的天空。想成为参天大树，就不要总想着和小草比生长速度，不断积蓄能量，夯实根基，才能够稳固成长。演员巩俐在好莱坞拍摄电影时，有一个把两把扇子同时抛出并接住的小动作，为了做好这个动作，他每天练习2000下，整整练了5个月，这才有了影片中行云流水的呈现。具备演戏天赋的巩俐只把天赋当成一个起点，对于每一个动作死抠到底，扎实做好每一个细节，才使他的演技越发的炉火纯青。在成长阶段，只有养成大树思维，打牢基础，才有可能在人生赛道上始终屹立不倒。第三，养成长线复利思维。相信大家都看到过这个令人震惊的公式，每天精进一点，持续365天会产生巨大的复利效应，而每天懈怠一点，持续下去只会日渐颓废。中国诗词大会上祭拜北大硕士的外卖小哥，大家肯定印象深刻，他在采访中这样说道，不管工作和生活多么忙碌，每天呢都会挤出1小时的时间来读诗。正是每天1小时的积累，让外卖小哥取得了这次成功。能否不断的迭代更新，是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养成复利思维，用正确的重复为人生做最大化的乘法，终有一天你会见证时间的力量。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曾经提出过一个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聪明才智从来不止一种，每个人都拥有过人之处。基因、性格和习惯的差异注定了我们身上具备不同的潜在优势。有的人擅长实业，有的人擅长艺术，有的人则擅长逻辑思维。不管你擅长什么，关键是能否把时间、心智和精力投入到所擅长的事情上。前路浩浩荡荡，万事皆可期待。当我们找准了优势，并把它做到用心、持续和极致，终有一天我们会成长为人生路上的最强者。朋友们，我们共勉。好了，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跟大家分享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